好，開 game， 繼續玩。OK， 冰。继续，咚，嗯，咚咚，我哋上楼顶打完个影分身，二妹都差唔多散出嚟啦。哇，飞上天！毕竟我都有责任，我上去啦。第十八關咩腳？打破魔界封印住更深處突進乜嘢？兩萬幾都唔夠呢啲擺咩？復活、聖水、補血嘅，定買下技咧？睇下先。影分身唔用咧。已經最勁喎，影分身已經強化槍械，點強化？而家用緊咩？提升導彈發射速度都有用嘅。端端最多三級嘅啫。DVD 更新啲乜？位度咩？更新咗嗰啲升分系統咯。即係嗰啲計分系統唔同咗，一陣試啊！
會唔會斷㗎啲？喂，咩啊？望到啲乜嘢啲？轟轟轟轟轟轟！好入去。咦，嗰粒係嗰個鏈嘴嘅放大版鏈嘴嚟嘅喎。要打國際象棋，嗰只王城堡捉棋，我哋要哈利波特嚟噶。Go！中唔中嚟曬？喂，幾屈喎！不如啊！不如啊！咩防御形式啊？哦，都即其他人行緊嗰時就唔可以。不如啊！哎呀！哇，我摸都唔得，即系行紧嗰时先可以攻击。哎呀！哇！好強喎！佢即刻攞個，哎呀！佢變咗做個城咧嚟防禦，幫個王擋喎。哇！極痛。都是皇后，哇！好似有一隻識會幫啲嘢回血啫喎，哎呀！哎呀！很勁咯，皇后，呢個係王啊！哎呀！哦，即係王，哦死曬，殺咗皇后，就咗皇帝全部死 Q 曬，彪，好就得，出出翻嚟，跟住咧。殺咗皇帝就搞掂，哇！喂啊！唔好意思啦。呢、這個位冇乜血啊！俾頭先俾嗰扎棋屈咗勁多血，走！我一定喺前面呀！轉點啊？無限咩回廊嗰啲啊？點樣行？有個地圖定乜嘢？我升下回翻啲血先啊！回先啦，仲打黃色咩意思？跳唔到咧？哦！要過曬每一關喎，咁睇佢，哇！又要打過曬呢啲，呢個重重獸。
食啦，全中啊，唔得，太远打唔到。火箭炮有个距离，唔系无限运，有限距离。痛到黐孖筋好。食啦，痛死佢。搞掂，極痛喺個頭度，係咁劈頭先中曬，跌到成地都係啲屍體，一節節，我去執埋啲嘢先，係咯，成堆嘢。可唔可以執埋嗰啲個尾嗰堆？冇噃，好就得，应该要所有大佬打我镬咯，我估黄色搞掂，砰，要全部重新打过一次，执嘢，可唔可以跳上？唔跳得，我一逼你一定要行绿色，紫色系咩啊？要打多次吉他女咯，系啦。大家，乜你？哇頂，哇好痛，哇哇！电磁炮，哇！食晒，有你。收翻，喂佢去边？哇！飞雷，佢做咩招啊？哎，顶又仲去个合翻埋，哎顶！
哎呀！这边。喂，唔得，我过唔到喎。掉掉掉！咻！幺妹。死！出咩招啊？有電磁炮。我頂！哎呀，芝芝啊，俾你截停咗啦！用喂，多筆喂，佢吸咗我勁多血，頭先明明好少。頭先明明得翻幾多，要吸一吸個勁多血。哎呀，用旋風陣，有電磁炮。照照照。出咩招？喂，頂！唉，頂，又吸血，黐線，吸勁多咯，又一喐唔到。超多血喎，頂！點解佢出咩招啊？又勾勾勾勾勾！佢做咩又用吸血招？電磁炮，喂頂！哎頂，又俾佢吸到，喂！
喂，走唔到，喂，黐线，满血咁滞。劲黐线喎，又要由头下一个，好快，完全走唔切咯。佢一变咗嗰个吸血毛咧，扫喺度冲，我冲用紧敏捷毛，已经都走唔到。即系吸咗几镬血啦，已经。唉，又用电炮。喂，连中咯。真系走唔到最后啦，完全唔够佢快咯！你见到揿个敏捷，完全一定要喺度屈嚟屈去，屈嚟屈，屈嚟屈去先避到，系完全避唔到佢嗰个吸血毛。过咗去，佢依家过一阵，哎，又嚟啊！哇！又嚟，系咪做咩用吸血波啊？电磁炮，喂！好似跳起跳跳跳，系咁，反而行路仲好，行路仲容易避电磁炮。顶，哎，又死，喂，喐唔，完全喐唔到啊！喂，超难玩啊！如果呢个模式劲难，喂，点解又嚟呢度？系完全走唔切咯！你一跳起，你行错嗰个步骤，已经完全避唔到佢嗰个吸血帽，跟住又要再嚟过。嗯？点啊？一系打其他先，打影分身先。喂，顶，一系先打。頂好，呢個喂喂差啲可以開曬手，但跟住又閂翻嚟。喂，點解佢英瞄嗰陣時啊唔瞄，唔想瞄嗰時係咁瞄？頭先我係想瞄佢，跟住又唔知點解向咗第二個方向衝埋去。哈利，
好。好。食啦。好，系唔开。喂。喂，揸下。又想嚟，搞掂！最难系嗰个蝙蝠雷，唔知蝙蝠雷最难打，黐线！喂，吸血走去，就做一个，要挑战嗰个蝙蝠雷咯，意思点啊？有条线咩意思？呢个系最难打。同埋一定要整走佢嗰扎蝙蝠先可以真系入去入肉，好麻烦。电磁炮，哎顶！完全避唔開，一出呢招已經我線都線唔走。完全唔傷。喂，電磁炮。喂，搞錯，佢冇事啊！突然之間。哎呀，電磁炮！哎呀，撞埋佢！哎，爭一下都唔得。爭一下啊！先爭下，可以截停佢嗰個龍捲風。又出咩招想？飛雷。有啲勾勾勾，旋風陣。哇！頂。又用龍捲風。走唔切咯，一出龍捲風個線都線唔開。點解又去邊？喂！喂，好痛啊！呢電。佢出咩招？嗷嗷嗷！偏偏偏偏，我顶又出龙宫啦！哇，电磁炮！
想出咩招嚟噶？ 又出電磁炮，嗯，嘩，嗷嗷嗷！ 哎呀，俾你撕開，招招，真想吸血啊！應該佢咁少血依家，你出咩招啊？要行遠啲咯，其實係。 我旋风，出咩招又？嗯 搞咗无啦啦走嘅，又想出咗个大地雷，点啊？点？好似要下一阵临尾嗰阵时先至跳，佢又好似好啲。哇！龙卷风。 想出咩招？又勾勾勾！好搞掂！哎呀，争一下，真系惨，就系争个1000嚟一下。 入去边啊？得得得！哎，龙卷风！哇，地气！ 又成集蝙蝠，喂，又嚟，啊，搞掂，死啦，女人，贱女人，唉，劲烦呢个，唉，走到终于。 打餐梦，你一俾佢捉住又打回，又投你个，用冇得补血。你最繁重基本上都用唔到远攻，就点啊？一打咩？用拳王佬，哇，顶啊！ 佢喺度揼腳。喂呀！
哇！金獅子，哇頂！食到應一應。喂，要死！喂，有冇拍藥？喂，拗到死！佢好似冇藥食，唉，冇啦，要死又冇計啊！可唔可以打？要屈個，可唔可以打翻？純粹俾你攞啲血咁嘅啫喎，好似啊！散彈嗰啲榴彈炮打唔到咁遠，可以等佢唔發力發完嬲先。佢隻手咁樣勾到我跳上面個位，因為打呢、這個，呢、這個咩藍色？掉三頭九，攰啊！好似好驚火喎！哎頂！哇哇好！痛到嗨嗨！哎呀！哎呀！哎！喂，变咗白赤鱼咯，变咗。喂，又俾你顶一下。哎呀，系避佢只手嘅啫，哎呀，佢推前，哎，佢一下细，哎呀！好，嚼嚼，哎呀！好，搞掂，跟只狗，叮叮叮叮叮，得九千几分都唔够回血咧，要全部打晒先得。
绿色系咩？唔鬼记得咗啦。标系两个。佢火刀，哇顶！哇顶！呢场又要死冇血。喂，頂！孤兒啊！唉，冇啦，又要死啊！孤兒啊！佢個防御連啲炮彈都擋埋。防御帽，哇！哎呀，不過佢個衝咧係唔夠血嘅喎，哎呀！借咗个，喂，升上去，今日个又系蓝色做主题，上次系咩？我唔记得咗，上次好似红色做主题。哇，好狗喺。哎呀，哇！我睇唔到佢而家好惨个位，哇！哇！哎呀，出龙卷风无啦啦喺嗰度，无啦啦之系满血噶，满血，打到2046，一条命咪打一只咯，跟住你条血已经打完一只已经少咗血，一条命打一只，跟住再死，就系咁。我又冇藥，我好似紅色係咩？我唔記得紅色打咩事打啦。哦，呢個好似都唔係太難，係出啲細怪喺度屈阻住你做嘢。爆兩邊是彈一邊，跟住就會中間開一陣。佢中間先係大佬，但要開中間個大佬一定要打左右先喎。哇！頂啊！哇！佢話兩下，係啊。即系唔好打嗰边，
喂，你開嗰邊。 我哋借中間嘅，哇！出咩炮？電磁炮，哎呀！哇！兩條，哇！臨尾都要送咗下俾我啊！ 照，打到成身熱啊！即係玩嘅，成身汗，我坐喺度。 正，同埋呢個心臟好難打成個位咧，佢唔知成日一圍喐去，佢成日推咗一鼓向左，先借我邊心呢啲咩心臟，唔知咩。正。 好痛啊！嚼爆我心臟，唉，都係送一下俾我，佢臨尾都係送一下俾我。 呢個炮最難避咯，成日掃掃掃咁樣，又要再嚟過，又係爭少少爭少少。再嚟過啊！係嗰支喎，頂佢紅外線最難避咯。同埋啲細怪阻住你最煩。 細怪就係咧，你唔想瞄，但係又同你瞄啲細怪係咁。死啦細怪！點咧？ 其實有時候唔係好知佢吸藍色咧，但係啲細怪好似右邊嗰個嘢會吸翻血定唔知做乜鬼，唔知有啲咩飛去另一邊，呢個都易避，呢個紫色炮，照，係準備。 又三翻埋，照，冇啊！照，真係有排打咁多個大佬，都有。
啦你哋。又變磁炮。哇、啊、這個超難避真的。難避到嘔佢一兩條線呢應該要企中間企左右又食曬應該企返中間容易避避一下。佢成日 hold 住喺兩邊㗎嘛支嘢。你咪去死啊你哇哇嗰、那個紅外線唯一好處可以掃曬啲細怪咯，細怪全部一嘢死。係、哎、啊，嚟紅炮。好啊，準備開。死啊！系咪唔系？系咁射火箭炮，咁扫死你！喂喂，跳大绳啊嘛！正正正正正正正，噔噔！喂！我今次死啊啩！哇，咁有冇咁好彩啊？唉，又一滴血，搞掂！想發炮，想發炮一嘢瞄落去火箭，炸落嚟度，想射嗰三個電磁波出嚟，執血，誒執唔到。沒收了我幾個血點喎，我叫佢啊，都 OK 嘅。噔，好再嚟個，再嚟個，要誒打起兩個。哇！頂一開波已經嚼一下先。送返俾你，順順順，喂，照照，信信信，上上去。又飛上去，唉，又嚟一嘢坐落嚟啊！要避佢嗰下，惡魔冇。
我食翻我望望先。搞掂，食翻。誒，屈多啲信心上嚟，避一有幾秒，即刻唔知去咗邊，就係靠機械避開啲攻擊。啊，又搞掂一隻，仲爭三隻啊！依家仲爭咩鐵拳無敵孫中山，仲有啲咩？有幾隻怪物唔記得咗啦！嚟啊！呢只麻煩呢只，哇唔得！最後屈下一條鼻，唉，試一下鼻得唔好，即係我咁獅子。佢可以打爆佢喎，嗰個嘢。喂，火箭炮勁過嗰座嘢啊！哎呀！哇，唔得，咁就係範圍技嘅。出咩招啊？唉，頂！哇！不頂！呢場無啦跌落嚟嘅，哇！毫無徵兆跌落嚟嘅喎。招招招！我頂下避唔到，招招招招招！我頂下信心食食翻落去，哇！搞掂，哦，唔系打晒，最尾嗰度又要嚼翻咁嚼翻咁多只，哦，好鬼攰玩就，执翻只，冇血啦，一滴，一闪。仲爭兩隻，呢場想買藥，嗯，咩意思？突然間可以走，
系咪 OK？ 唔使打晒，有咩怪唔记得咗？有啲咩？攞住把剑，喺度任剑挥。有意識同哇，係咯，可以變惡魔毛啊！咁型棍變咗魔人型棍好多喎，佢好搞掂零二分。應該唔使打曬，我幾機要打曬。好 save， 不如聽日再玩。好，聽日再玩一個。轉 game， 玩 DBD。即。好，玩 DBD 我哋依家。開個 DBD 出嚟先。同一時間打咁多隻，打到好攰。玩 DVD， 入翻 Twitch 先。入 game， 看看什麼任務做才殺手，還有 DBD 更新了個計分系統，現在有什麼任務一陣先嚟玩下殺手先。中減少疲勞時間，呢個剝咗嚟一定要衝得快。增加少少，嗱呢個。有啲咩王斬？咚！開波！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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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家成都係入曬嘅。Loading。我快播，我都少加分嘢。好，快播。快播。Loading。大佬好。差唔幾。哦，都滿。入場。好，而家一陣試下，睇下係咪做，應該唔使掛歐人就唔使玩得咁黐線，計歐人。尋日係玩咗幾場殺手，跟住先知改咗計分系統，人嗰度改咗就知啦。殺手唔係冇懷疑，尋日玩完。試試獅子。
哎頂，爭少少，望到佢一種。就應該見到個圖騰啦。護士太難用，唔啱你咩唔啱我用護士最勁喎，唔啱你啊！不知幾啱我用護士，哇咁犀利！一夜稱起佢又唔啱我。得佢知個圖騰喺度啫嘛，好似係咪咧？又嚟，第二次上勾。有個 MK 冇喺呢度打橫行過先。哇！陀飄。渣噶，係佢哋渣噶，佢哋嗰班。哇！個飄仲喺度，佢哋真係渣噶，死埋一個。有打頭係咪？有啦，實有打頭啊！佢嚟嘅招技，咁啊死一個。中啊！渣噶，睇先，勾落呢啲着咗機嘅位啦。唔係我未著睇錯，
直跑。杀个欧喎！买个四欧局。哎呀！揿到落板。一個刷圖騰，一個在呢度，踩部機先。上去先，唔知有冇打头。第二次上勾，中上得好。想拉阿彪，用冲，好爆技，擦勾，
佢兩個人喎。已經放棄治療。都死埋，佢都放棄治療。我查翻部機先，補翻血量。呢場又夠啦，殺咗幾，我見到中。爭啲，咁阿彪成日會倒後跑啊！佢個跑咩附近？望到你啊！好，中。會唔會自己起身咧？阿彪，搞掂，我執咗阿彪先。阿彪好鬼有可以，呢度有一個勾啦。得得得得，咁兩個上曬去啦，可唔可以去死添？冇人坐得甩。啱我用啊！護士死曬，狗窿喺度。中，我覺得呢度有兩個勾啫，唔係又俾佢躝出狗窿。死曬，渣噶！一個都走唔甩，睇下個計分點樣先依家。睇下先，睇個話三個都滿分咯，殺人滿分，追人滿分，呢個係咩？同時升咗兩點嘅都係追逐過程越短，哦，即係話我飛得太多。真獨身男人點睇？睇下先，有啲咩玩？因為醫生要轉嗰啲技唔靚，夾夾佬咧，我夾夾佬有個唔知咩成就仲未解到咯，嗰、那個踩夾咧，啲人唔係成日踩中。難都就咁，因為呢招麻麻地喎，呢招技唔好，我唔係咁中意呢招。好難發動到難曲，玩下咯，玩下招，其實冇用咧，啲技唔靚個夾到都係，唔係好靚。一級呢啲係兩級，兩級呢招你唔想勾用，冇乜用其實，冇招好用咯，我冇嚟中招，招子隱身，全部二級，唉，是但。一係得兩招，一係呢招，一係呢招。呢招我覺得唔上啫，冇乜用。依家計分表望落仲難升，對我嚟講唔係容易再就。玩人性場俾鬼望唔到，好似唔死定唔知點就得啦，要隱藏咯，唔知啊都。我匿埋匿去咪得，
碌地碌地碌地。No, no, no. 都入場。咩要踩夾100次？我未都玩咁耐都未，好少玩夾鬼咧，仲未夠，已經90幾次啦而家好似。好，揾夾。走唔甩嘅啦，呢啲踩機先，或者踩嘢快啲。哇！哎呀，竟然～又可以中，踩單，睇下逼唔逼佢翻去踩嗰邊啲夾咯。中一下先，都過唔到咧。等下先，反而呢邊冇咯，喺歐呢個。好似個陀嗰個天平，我要走，我知又係好似嗰個草金幣嗰啲技咧，你唔可以，喂，佢見到你咁冇計咧，你喺度。得望到兩鬼度，呢個應該望到我。哎呀！射咗下先，個獵物先嚟到要。誒，合夾，我攞翻個夾走先。好，第二級啦，嗰個人勾住呢條友。係嗰、那個電競妹成日喺度騰嚟騰去，騰嚟騰去，救得翻。哇！去咗邊咧？佢走甩咗，勾住嗰個走甩咗，唔知去邊。好，仲一次。水花篮，睇下先，冇勾嘅，咁远嘅个勾，又合我啲夹 ，Hannah， 没完没了嚟噶。大部機先，
追翻我先，快等啲人死咁一條友先，唔係玩十世未完。我行呢邊，得得得，聽到。再中。上面整得好辣，哇！又秒救，走右邊定填地熱寶啊？喂，條友咧？喂，呢個第二次上鈎啊！呢個人。都唔想喺度落咗个夹咧，死埋都好，夹中呢条友。喂，部机又塌翻着，争部机。第一步，哦，着晒，哦，而家先踩夹。好好，一定去開到噶，唔知點解？係咪有隊友幫佢開？唉，點解會開到咧？依家，落包嘅。開門未？一個喺度，希望我逼得走佢，快走啦！快啲翻啦！唔好啊，唔好開到啊！呢條誒呢條有打頭咯，我覺得睇下先，我覺得佢有打頭，係啦有，冇亂走咗亂，都升到個，而家咪但係咪咁樣計咧？我唔知點樣計噶。計唔計有分睇下先，係升唔到喎咁樣，佢一樣殺兩個追人唔夠啊，係咪？而家系唔升唔跌咯，要可能咩？啲人要中多幾鑊，勾多幾次，死多個可能得。而家系升唔到，而家呢個位，要呢個可能都係咩？銀色天星到，仲難升銀，等於兩分，同一分。即係全部銀嘅嘛，呢招用唔到其實好難做，唔係容易用得到。你要咩劈人哋？你要走開咩？距離32米，即係你要走咯，離開嗰條友勁遠，但係離開咗勁遠又未必咁容易揾得翻救人嗰條友喺邊個走。7-9無聲無字。你要玩啲有一刀嗰啲啊，咪好啲。你玩 Michael，
跟即係狂追人，係啊！要用跑妹成功開到一道門，叫人點玩？要狂玩咯，跟住要做多啲嘢咯，咁咪反正就要係咁追住啲人，係咁牛。乜夾佬啊？賺啲夾佬呢啲假幕後。前面搞唔掂，後面都幾難追咩？人類計分同黃金破壞圖騰，人要狂整，要狂整機啊！又要狂救人，又要乜嘢？都係要做多啲嘢咯，唔做嘢就升唔到。好，再嚟過。冇被發現，你殺手做得幾多得幾多？係咯，佢直情唔俾殺手發現都係一個分啦。OK 呢啲冇被發現，玩貓嗰啲啊嘛？誒，仲未撈到條線仔得幾勁少%，一次過。即係好難度做到咁多樣嘢啊！你要匿埋就冇可能做到同個殺手喺度追逐嗰啲分，即係其實都係是但做一樣。正常好難冇可能做到四樣嘢，亂救翻嚟扣分。做乜開唔到場？我玩殺手，我誒撈到啦，撈到。正常是每人做一樣嘢，一個做一個整機，一個救，一個喺度同個殺手磨，一個啊睇情況，因為人人做唔同嘢。仲撈緊，loading。嗯，唔係升位，唔使理咁多。會唔會有人彈咗咧？而家先九啊，依場都得耐喎。而家99，而家先入到去咩？買埋依場去玩人啦，玩咩跑妹開門一次啦，做唔做到？睇幾時有啲咩獎勵啦，佢都未講咩獎勵。最好話送嗰啲衫嗰類嘢啦，血點最好係送衫，即係可以著嚟。同埋應該會遲啲要多啲 skin 嘅，佢話咩可以會出啲 skin， 即係又出翻啲衫俾你買定乜鬼？殺手都有啦，已經人都有，佢話。係少咗個真係，人同殺手都有啲新 skin 等你買。自私遠未揾到人啊！人啦。跑呢邊，我都整一刀先。
起，嗰人又打头，另外嗰度有个人又打头咯。大家呢个勾咯。呢部机冇喐过，搵啲机踩先。踩机，我出去救人啊！真喺度。仲望到跟踪狂，走吧。佢走油喎。哇，补翻血原地。分区，咁串喺度逼逼逼，好在储定啫，揾你个队友。我而家系 Devil May Cry 扮我魔人形态啊！而家个队友喺边啊？晒路基，攻，走翻，冲啦！走左定走右？又定有原地自保？原地自保又？又見到你，啊頂啊！你條友住，屌阿彪先。转翻转头，见到拍埋你先，佢个屈板坐埋你嗰阵要少少，打横下，好中。喺度有啊！哎呀，好死啦！喂，蚊线都好狗，玩得劲狗蚊线，冇人喺呢边。又喺度。你个头，睇下先，入边冇咗个勾，右边有冇？哇，最近都呢个勾，上，冲！打部机先。有邊呢？佢冇
我冇咗线丝住啊！嚟到呢度，应该冲去救佢哋。 冇事，蜘蛛呢度，哎，搞见到，红色衫应该会望到佢，话我谂，仲跑紧。 应该见到佢跨，但系呢啲位咧，塞佢落一个凹度得啦，呢个都冇得阻制，躝地下应该唔躝得远，应该有不过有打头咯，条友肯定有打头，招技佢嗰度嚟。 打包佢，后面，唉，佢好彩啲啊，定我好彩啲啊？哎，狗窿喺度撞鬼，哎，得得得，佢唔知，搞掂，佢唔知狗窿喺度。 哦，搞掂，几惊听到狗窿。佢争啲啊，佢可能都挨埋少少就听到啊，跟住不过佢走咗左边，即系唔知道狗窿喺度。 杀手，有人弃赛，两个弃赛，食咁样几多分下先？叮叮叮，佢话有一个，好去玩跑妹，去玩人，升咁啲分先，睇下先，升下兔仔先，等我升埋啲分去玩人，升晒啲分落杀手度先。 哦，玩晒，圣桑咩买咁？圣桑咁其实呢个垃圾，呢个咯，踩板有用嘅，踩板呢个都有用嘅，呢个麻麻地啊，呢个冇啊，买咗佢啦，最后呢<笑>个字母最有用啦，用跑妹，开门一镬，攞工具箱，诶，攞呢个，睇下咩安先，咁攞呢个啦。 破坏，破坏。哎呀，长！哇，八九啊，几三百，闪人，咁高拼，点玩？再嚟个。
喂，點解又係紅青嘅？呢個仲嚴，呢個四百幾，我頭先我都三百幾，即係雙排哥。都揾人都唔係咁快，有人揾殺手，全部都好高拼。算啦算了，這個低啲嘅啦，二百幾，而家入完之後退翻做一百幾黃色。咩 mother 走咗？唱。全部走人。是不是嫌太高拼？咁長臂啊！揸條油，喂，等你想快啲出嗰啲特別 skin 咯，反而我係想。等佢出啲特別 skin， 佢而家都其實都係嗰幾件嘅啫嘛，著嚟著去啲人暫時，佢好耐冇新嘢，好耐冇出嗰啲新 skin 啊之類之類。咦，我夾到嗰個成就做咗咯喎，玩咗幾耐，而家成兩年咁滯先做到個夾佬咧，踩一百鑊咯，而家先做到，證明我玩夾佬玩得好少好少好少。好少玩夾佬，係乜嘢？入到場未啊？得砌人，仲有啲咩類似呢啲係德州佬揈人揈一百次未夠，而家得八十四，跟住豬女啊咩粒頭粒一百二十五，而家粒咗六十五啫，淨係。是這兩個咯，其餘那些什麼三招技殺曬那些不是那麼容易做，要去回洗 rank 的時候可能做到，還有什麼兔仔那些太難了，那些都沒什麼可能做到，那些人都會避開，超難做是遠掉虎頭，那些人通常都見到你就實避得開，剛好他沒有望你，你又這麼遠又掉得中的時候才計到一次，什麼20米二十次廿米以外，啲人真係咩都唔睇先可能掉到，或者俾你洗專登。喂，點解開到場未？突然之間變翻二百幾十拼，出嚟出嚟，我唔知乜料，我唔知乜料，俾我玩得未？不過而家好啲啊，最多高拼啫，而家都係少，即未到嗰啲咩排十分、十五分鐘都揾唔到任何一個槍。依排少啲，呢排我諗你兩分鐘內點都揾到個槍，你唔理佢高唔高拼都好實有個槍先咯。又三百幾點玩啊？啊算啦，入啦入啦入，慘！遠掉虎頭 BBQ， 睇下幾遠咯，有啲難度。BBQ 你未必咁啱，全部係直路，有嗰啲咩寒風龍象嗰堆草啊，可能得嘅。佢真係空曠，嗰啲草係流噶嘛，可以穿過，有可能得嘅。掉落啲嗰啲航空龍場，咪有部機咧喺啲草堆度啊嘛，即係兩層屋嗰啲位望落去，咁啱有條友喺度整機，又咁啱佢望冇懷疑你咧，有可能得嘅，或者掉門口咯，開緊門嗰時個位你若果知啊，一嘢抌埋去，有可能抌得中。
即係開個大門，佢固佢企定定噶嘛嗰啲時間。係啊，可以噶。係嗰、那個中嗰條友有冇咁好就真係中咯。因為條友可能佢望佢唔會周圍撳啊，未必佢一見到你掹掹弓掉嗰個畫面已經褪開，向天掉得嘅。係啲人會走開呢個欄咯，我覺得係啲人唔係咁 high 啫，俾你企定定，勁遠你勁遠其實越遠掉越容易避到噶嘛，你越近掉越難避。即係嗰啲又要濕滑嘅馬路啊，定濕滑嘅司機遇上唔小心嘅馬路嗰啲先得咯，勁難咯。即係又要個人卡又咁啱嗰啲路咁啱俾你掉到，又咁啱乜個還原率係零啊，冇中間啊，差唔多原理。我一次都未做到嗰個成就表，冇做過。通常我唔會太遠掉嘅，中距離啦，中距離掉，但係又未計嗰個成就嗰個位，又冇24米咁遠，遠掉啲人走都走唔切。要啲又要洗 van 先，即係啱啱洗曬 van 嘅，有可能做到嘅。嗰啲人可能真係唔識玩，咪佢食真係中咗呢個斧頭。啊，開波！齊人，鋸佬。哦，啲鋸佬喺度。點解電鋸佬呢？啊，等住部先。應該冇咁快翻啩，應該兜一個圈轉一轉。睇下有冇隊友撞到佢啊！截住佢啊！幫我，如果乜人都望到，兜翻個圈翻嚟啊，應該會望到我啊！電鋸佬，係得，唔會翻嚟住。追緊人，追！我未望到隊友。就喺嗰邊，老練咁遠，個死亡恐懼。我拉拉走佢啦，即係著機去嗰度衝過嚟，定係守住咧？哇！真係衝過嚟。哇！我跑遠啲先。望一望啫，都係同埋佢救佢咧，因為衝，有人救得 ，OK， 嗰個救，我打橫跑，我睇下佢要點。咪拉佢走，咪就係點救啲咩？呢度有部機，哎 ，Oh no， 接一槍，哦冇亂，過一半，睇下先，我 CD 就係回翻，好支持，我唔可以正機住，佢扮唔喺度，我一卡部機佢聽到，我又唔使接救都得。好，我用呢個窗口嚟監視一下先。夠，倒埋啊 ！Oh no！ 點解又係十嗰個人再中招嘅？冇啦，死咗啦，少咗個人啦已經。好。
走啦，哎，慢先，睇定 PC， 睇咩情况，咩队友喺度？哎，佢望到我添，哇，我顶啊，咁都中，力技。 哇！好彩，佢一跑，佢一定露腳印。等先，你嗌下，CD未回翻。 追緊，呢個就係頭先我想整嗰部嚟，即係要預多啲位咧。哦，入傷都中，要預多啲位走，力技，潛行空間。 个 BBQ 啊，睇嚟，啊有 BBQ， 哇，都唔着系好惊佢啊！ 哎呀，睇到腳印嘅，哎哎，我忍一忍翻佢，我繼續整，哎，好重，你知？喂，大把準備好，等佢褪遠啲先。 O.K. 拉走咗，唔知有冇接驳喷完？会唔会够分咧？如果我死，我都又整咗几部机，又够人又有补血。唔知，我觉得嗰个 David 冇接驳。我喺度行得好快。 着埋佢，好，诶，有自保补翻自己，诶，得，咁杀手唔会过紧啲，正，好十几正到，好，到第二个中多，阿星争一步依家。 我前面嗰部都整咗啲喎，哎哎哎，下边啲蓝体，喂，顶死嗰个人，哎呀俾佢见到啦，好冲，见到，哎顶，真系逼到。 好叻嘅，有个人抽头窿，我冇带啲手钩，佢只根基喎，个人有 BBQ 啊，买个铁脚佬。
真係冇自保啦，個 David 係斷線嗰個，等下嚟救。等下先，仲有一塊板，啲地嗰度仲有一塊板，攞埋佢咧，攞埋佢黐人身。我咧。 如果我唔死，我係時候揾狗窿啦。應該追緊，係咪佢咧？我唔知係咪追緊佢。搞喺個 lock 位先。冇鬼！喂，死埋啦佢都，佢俾人清理咗。 搞掂，走狗窿。好咧，玩到呢度先，聽日再玩過。咁樣呢場肯定夠啦，呢場一定升到啦。咁樣就金色，我都未升一粒，啱啱好又都係。我整機都咩？我唔係整得好多，滋滋滋滋滋滋，成功逃走，啱啱好。拜拜。 黃金呢、這個呢兩個低分，呢、這個係比殺手快，好啦，講埋本書收台咧，聽日再玩個，開唔到門咯，聽日再開，聽日再開埋對門佢。 之前講嗰個十六人谷就講晒啦，今日講新嘢，三張護身符嘅，我而家開始喺好耐以前啊，喺山腳下嘅一間寺廟入面啊，住咗一位和尚同埋非常中意跳皮捣蛋嘅小沙尼啊，話到嗰一個小沙尼嘅跳皮行徑啊，可謂多不勝數啊！如果發現野兔啊，佢會用手攞住火把。 跟住喺後面追個不停，和尚要係攞住一啲牡丹餅啊嚟祭嚟拜祭嘅話，佢亦都會擅自攞嚟食啊！而且掃除工作啊，亦都非常馬虎，所以總係令到和尚啊大傷腦筋。話説某一日啊，山上因為夏季即將結束啊，後山已經係一片秋意嘅雜來啊！喺後山裏邊啊，有一粒好大嘅栗子樹。 嗰度多到只要風一吹啊，就會源源不斷咁樣跌落嚟。小沙尼見到山個後山啊，就對住和尚講：我都好想去執栗子啊！和尚就話：唔得，後面有山路，你會俾佢食咗啊！嗰度好危險，你唔可以去。但小沙尼啊，卻唔聽和尚嘅話，反駁佢：冇可能有嗰啲嘢。 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去。小沙尼喺个唔听话嘅孩子啊，所以唔论和尚讲啲乜嘢，佢都系好任性咁自说自话。和尚最后都顶唔住，只好应承佢，俾佢去，仲话好似你啲唔听话嘅细路啊，最好系遇到一啲恐怖嘅事啊，先至令到你可以彻底改变本性。 小沙尼好开心，正打算立即出门嗰阵时，和尚就叫住佢，并且从个怀里啊攞出咗一啲嘢出嚟。佢对住小沙尼讲：呢个你拎去啦。跟住就将三张护身符交咗俾小沙尼。
小沙尼话：呢啲系乜嘢？呢啲嘢可以发挥到啲咩用处？和尚就话：山路出现嗰阵时啊，你可以拎呢个嘢嚟出嚟用。小沙尼勉为其难咁就拎住啲护身符出门啦。小沙尼系唔顾和尚嘅担心啊，蹦蹦跳跳咁样前往后山。去到后山一睇啊，发现咗地上果然有好多嘅栗子，又大又圆嘅栗子。所以小沙尼好高兴咁一直执一直执。点解小沙尼想将所有栗子带翻去嗰阵时啊？在山里面东奔西跑，到处寻找其他的嘢。好啦，就讲住咁多先，听日再讲。好啦，听日再玩故，听日十一点继续啦。大家拜拜，拜拜。听日十一点继续，拜。